厨房门对厕所门，厕所之晦气会直冲厨房内，影响食物干净。因为厨房为煮饭煮菜的地方，轻则家人感觉肠胃不适，重则影响身体健康，也代表住在此宅之人必会有常年病痛之情形发生。最好挂一副长的布帘挡住，再加挂一串五帝钱来防煞。